这个是业配文吗？嗯，可惜家乐福没有付我任何一分钱。这个杜老爷的芒果，嗯，有里面有吃到芒果吗？有啊，有哈，我也很喜欢吃哎。上次是在那个拿坡里买的。阿婆里一盒89，还特价，这70几。可是拿坡里的比较完整，这个已经好像已经融化掉了。对啊。哇，然后依依好像在吃肉粽。你看这个小孩一下子一只就吃光光。都不用请爸爸帮忙吃，嗯，太冰了，对不对？你要请妈妈帮你吃啊，哇，你要咳嗽了。等下妈妈吃完，你要分妈妈吃。我这后摆敢会讲友好？连那根棍子也要吃下去的。丢里面。哇，你咳嗽了，好了好了。